口大口吃饭，有人怎么吃都不会胖，但有些人则是吃一点就长肉。想知道自己是什么体质，看手腕就知道吗？后天易胖，一条。那后面有骨头吗？你说这边吗？嗯，有啊。我是易胖体质，对，从小就胖了。一条筋，有骨头，这样算是我有点混乱。网络流传，如果手腕处骨头凸起，代表你吃不胖，但没有骨头，很可能就是吃一口就发胖。手翻过来，掌心朝上，若手腕上有两条筋，您可能就是天生的瘦子；但若只有一条，通常骨架较大，身材为胖。因为脂肪是软的嘛，所以下面的骨头凸出来以后，它会比较明显。想知道是不是易胖体质？专家说，有种方式更准。有啦，是有味道的。没有哎，将淀粉食物放进嘴里咀嚼，超过30秒才感觉到甜味，那可能就是易胖体质。但若还不到30秒就有甜味，那可能就属于不易胖体质。淀粉酶比较少见的事情，淀粉在血液里面需要比较久的胰岛素来控制这个血糖，这跟肥胖啊，还有糖尿病的风险是非常相关的。除了天生易胖，生活中常见的塑胶椅、塑胶地板、纸杯内的塑胶涂层，又或是女生常用的香水、洗发精、化妆品，都藏有环境荷尔蒙。很可能就是让您发胖的元凶。病人的体内，他们有很多的这些所谓环境荷尔蒙，它会附着在我们的脂肪细胞上面，影响到我们所谓的分解跟吸收。便饭无法控制，专家建议没事就多站少坐，能坐就别躺，保持充足睡眠更重要。记者陈玄白、陈轩台北报道。等一下，这边有疑问。高雄前镇区183个投开票所才刚开始开票，选务人员立刻被民众喊卡，认为开票程序有问题。你们不是应该开票前要先说总票数吗？这一里几个人领了多少票？没有啊。没有吗？哦，好，那你继续开。民众自发性监票，质疑还没公布总领票人数，怎么确定有符合开票数目？那我们哪知道几个人领了票啊？这流程不是这样吗？ SOP 是都没有改变过吗？是啊，那个是我这边的疏忽了。人民都在看哦。高雄前镇区这个投开票所，总统票跟立委票同时开，但不是拿一张票唱一张票，又被抓到问题。那边不是先把它叠成一叠再来弄哦，那样是错误的哦，不可以这样用哦，规束的我马上收。当场道歉求证，当时的选务人员也坦诚疏失。因的工作人员讲歹势，伊总票所、总投票所的人口数无，伊无宣布啦。当然是不公平啊，因为我不知道他所谓的唱票到底是真是假，本来就不公平啊。民进党坐票大碗的，谁不知道啊？开票前总领票数没有公布，更显得选务人员的不专业。总统大选是国家大事，每一张票的正确性都很重要，人民肯定要仔细监督。记者蔡武言、叶振宇、林智慧，高雄报道。我是徐国豪，在中视新闻首次坐上主播台，体会到播报新闻所需要的稳健台风，以及掌握突发即时新闻的随机应变，为观众播报最及时的新闻，就是展现专业的时刻。更多新闻请锁定中视新闻 YouTube 频道，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哦。女屋主载着孩子回家，一名陌生男子骑车问路，屋主报完路，男子又来了，说手机没电要借手机，但接过女屋主手机却开始狂滑浏览网页，整个过程都被监视器拍了下来。按到那个苹果 ID 登出，应该是要输入密码，可是他没有密码，他也没办法登出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要按那个网页。简直太诡异，男子假借要问路，又说手机没电要借充电器，借了手机说要打电话，拨出去却假装听扩音听不见，狂划别人手机让女屋主觉得疑惑，直到拿回手机才发现男子居然要试图解锁登出账号。就是如果他有办法成功登出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，他把我手机拿走，我是不能用引导我的 iPhone 去定位我的手机在。女屋主拿回手机，发现储存页面停在解锁画面，怀疑男子企图偷手机。3C 达人说，要是成功更改密码，可能会被借机勒索。他打的那个电话可能是打给他自己，事后再打电话跟你勒索啊，密码改的时候你是不是就没有密码？那他如果再打电话跟你勒索啊，转5000块，转1000块给你，那我就把密码告诉你。达人解答，有心人士按到登录确认更改密码，连账号都能改掉，自保方式就是可以透过设定进入引导使用模式，只要有人输入密码停留在原本的使用画面就无法登录，最好的就是别把手机随便借人，以免成为诈骗对象。记者蔡武言、蔡双吉、林智慧高雄报道。
我是方彦迪，主播工作让我学习倾听所有人的意见，也要保留自己的判断。也许我们无法踏遍所有土地，但能从新闻里看尽每一道风景。我是方彦迪，请您锁定中视 YouTube 频道，记得要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哦。